然发现站了好久，不知道要往哪走，还不想回家的我。再多人陪，只会更寂寞。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。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。也把信仰崇拜剥落，拿掉防卫，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像普通旧朋友，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？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，悬着一颗心没着落，要怎么复合？舍不得又无可奈何。如果你也听说，会不会相信我？对留言回复和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？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，懂我的人就你一个。想到你想起我，胸口依然温热。This is JYP Production. Goodbye. 내 이름은 수지가 아닌데.